灵儿，你这是？你可以走，但是他必须留下来。我为什么要留下来？因为楚哥哥想要锁灵布，所以你必须要留下来帮忙织布。你想什么呢你？我凭什么呀？你楚哥哥想要锁灵布，要我帮我就帮啊！我三姐还等着我去救他呢，是他把我困在这儿的，还锁灵布。楚哥哥心心念念的都是锁灵布，我一定要帮他拿到。至于这解药，大不了我再去混沌森林寻一株混沌草。是不是我给你解药，你便留下来帮我织布？这个就是穷奇制毒的解药，你若答应我留下来帮我织布，这药我便可交给你。不可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龙儿姑娘，林夕，你听我说，赶紧拿着这个药回神医山救我三姐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下山来本来就是为了救我三姐啊。不行，解药的事情我们可以再想办法，但我绝对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灵儿，林夕，听我一次，拿着这个药赶紧去救我三姐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回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回来，不让你多受委屈。我等你。